胞分布在哪里？A. 表皮里 ，B. 真皮里 ，C. 皮下组织中。请作答。A 吧。问你一个。A。A。表皮。确认。人家先答，现在你有压力了吧？好，小鸡，请听题：衣服上沾上了墨水，可以用哪种东西把它除掉 ？A. 柠檬 ，B. 萝卜 ，C. 葡萄。求助，求助，一开始就求助。好，哪一位支持这个小金的，可以告诉他。